大家好，我是四月阳光。有小伙伴给我私信说啊，我正在申请加拿大移民，准备来了就在多伦多买房。可是多伦多这么大，该买哪个区域呢？确实啊，以咱们中国人的话来说，加拿大地大物博，多伦多所处的安大略省就是加拿大第一大省，面积约有100万平方公里，相当于6个广东省这么大。而多伦多又是加拿大第一大城市，它成为移民置业的第一选择就毫无悬念了。平时我们多伦多人所说的 GTA Great Toronto Area 就是大多伦多地区的意思，它是由5个郡组成，分别是多伦多、约克郡、杜兰郡、皮尔郡和河顿郡。在中国没有郡这个行政单位，它是介于市以上、省以下，可以理解为几个城市的集合体。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叫法就是卫星城。在以后的视频里，四月阳光将会为大家逐一介绍和分析大多伦多地区各个城市的特点、人文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情况。关注四月阳光。